各位好，我是长工。今天天气有点阴呢，想出去找找鸟来拍。首先呢，我就到茄定湿地看看，看看现在情况怎样。这里面应该有些黑面琵鹭。茄定湿地的鸟以冬候鸟为主。现在四月下旬了，冬候鸟大部分都北返了，这里就显得有点冷清。到七股去看看啊，七股它这个时候啊，应该还有一些还没走的黑面琵鹭，去找找看。啊，我们从郑王府那边进来啊，刚好是在右边啊，这边我以前。住七股的时候，一天到晚绕啊。现在重游旧地啊，看看还有没有啊？这边接近了。现在是12:22，潮水很高啊，所以这边没看到黑皮。这个堤防边的这些树啊，现在长得很高了。以前我们常常从这边可以直接拍到这个主基地里面去，现在这个上面比较少可以拍的点。今天风好大，刚刚碰到李明华老师啊，他是这边的巡守员，他专门来转播这个黑面琵鹭的啊。刚刚那个第三赏鸟亭就是他主要的点啊。那他说啊，现在要拍这个黑面琵鹭啊，都在早上啊，要早上，然后他距离都很远，500-600米啊，相当远的距离，所以现在。很少人来这里拍好，往北走啊，我们先去顶山那边看看啊。
旗鼓顶山，有一些里海燕鸥。顶山有两个木造赏鸟亭，我们先到第二赏鸟亭。这个角落，发现黑面琵鹭之后，我移到较近的第一赏鸟亭去拍，距离约200米。16加上1.4再加上两倍，再加上这个600炮，拍这个远方的这是用我那望远镜录影机拍的最大的画面。不要拉到底，画质会好一些。还有繁殖羽的黑面琵鹭，有点出乎意料之外。忽然有了动静，可能有人或野狗。亚成鸟的繁殖羽是白色的，也蛮好看的。湿地，这里，
在你从61北上，一定是从将军下来啊，因为上面在修路，只能从将军势力这里下来。下来以后，几十公尺啊，一个小路右转进来，这里是比较离这个很近的地方，这边水比较浅，所以一进来经常这里都会有鸟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有啊，但是它这个是过境鸟啊，所以它会一直跑，一直来，一直跑，一直来，在这段时间里面啊。啊，现在中午他们在那边休息，鸟也还不少啊。哇，好艳丽的繁殖鱼！这些过境的水鸟都是要回北方繁殖的，大部分都已转换为繁殖鱼。今天这里最多的是弯嘴冰鹬，体型稍大。最左边那只很特别，是西冰鹬，很少见。这只也是，比红胸冰鹬稍大，嘴较长，前端略弯，有明显的白色过眼线，腹部白色。我发现有好几只。弯嘴冰鹬，红彤彤的一只，黑白黄的羽色掺杂其间，非常漂亮。只要能明显看出细节，各种鸟其实都很漂亮，尤其在繁殖季。我顺道来到三寮湾，这里是我们拍秋过境及冬候鸟的好地方。目前田中还没放水，大部分的农作物都已收成。这里属于缘分地带，每年种植之前，田土都需要用淡水浸泡数月之久。这就是这里水鸟多的原因。
今天只是顺道来访而已。150块，每一样都是50块。吃一碗这个北门庙口的豆花。以前呢，我跟着王老师拍照的时候啊，拍黑皮啊，每次到北门都会来吃一碗豆花。他现在只能外带，所以是用杯子，所以吃的很习惯。前面那个路口啊，十字路口啊，就是我上次拍一个影片，讲我遇见一个人一件事，那一个很那个怪人呢、他就是摩托车熄火在那个红绿灯那边。然后就把它推倒，然后用脚去踢，表现非常的自然，而且很率性的，就在这个路口。就是这里啊，当时前面停了一部车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骑摩托车的，我停在这里，突然看到那个景象，很有意思。现在要去布袋，布袋国中对面这一片废弃盐田，没什么鸟。前面右转就到新城国小，那里有黑面皮路，不过我们先到另一个地方看看。这里面过去拍黑皮呀、那个景是非常漂亮的，不过现在大量种电，只剩下很小的地区有些黑皮。这里有一些玉衡科的鸟。最近最醒目的还是弯嘴滨鹬。布袋这个地方啊，我刚刚看有两个地方有黑皮，这里鸟况不错，不过就是有铁丝网围起来啊，大炮拍是没什么影响。
用这个拍啊，就一定要用这个遥控的啊。以前我在这边，我直接用手这里按，可是这里用手按啊，因为你拍很远的地方，然后你要移动啊什么，那个晃动是比较，而且手这样动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我这样按的话，我是从这里对，从底下对，对以后，哎，然后用这样子来对焦。这样就方便多了，而且不会影响画面。然后你觉得太大了，第一步就先把这里的选择影像区域这个选 FX 啊，它就会远一点。然后你说想要更广一点画面，你就把1.4拿下来，2拿下来啊，然后也长一点，你就把它加上去啊。这种变化我觉得很好用。这里总共有9只，然后前面7只，中间还有2只，所以是。就是弯过来以后到这里有18只。我们现在到那个新城国小旁边那边看看。这里的黑面琵鹭很远，风很大，因为风向的关系，黑面琵鹭都背向我们。我数了一下，有35只。刚才来的时候飞走一只，算36只。但后面远方还有9只，当时没算到，所以这里应该有45只。好，今天算是给黑皮点名呢。首先在顶山呢，七股的顶山有25只，然后到这个布袋呀，在新城那里，那边有3个地方18只啊。然后在新城国小旁边这个黑皮底家这里啊，有45只啊，所以家还不少啊。目前留在台湾的黑面琵鹭啊，光我看了这个这3个点啊，就有不少只了啊，就将近快要100只了。
还有别的地方，这个应该是还没有走的。那北部那边是走一半停在那里的，速即将遇时，有点不太一样。OK， 好，回家。